我还记得去年最暖和的时，就是和他一起躲在屋檐下吃便利店的关东煮。现在我能自己做了，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关东煮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把包好的食材放进锅里，关东煮的味道和水质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会用碧兰德的过滤水壶过滤一下，配套的滤芯能有效的减少水垢和余氯，还有换滤芯提醒器，像我这样容易健忘的人再也不怕了。 先下入耐煮的食材，调料我都打在屏幕上了，记得要做好笔记。盖上盖子，焖上30分钟。放入我们串好的食材，开小火再煮上30分钟。这味道简直鲜到不行，强烈推荐萝卜，软烂入味，超好吃。天气凉了，快给你爱的人吃点暖的吧，还要对他好一点哦。